But when you grow out, my heart, you didn't waste it. Cause there's nothing like your love to get me through.叫你的名字，因为弹错要扣钱。哦，不是叫你 solo 的意思。弹了，我想回家了。那你可不可以秀一段我们听听看，好不好？好啊，可不可以请老师给我一个背景？就刚。乱打鼓，我会想拯救他。因为天气太冷了，对不对？太冷了。对对对，天气太冷了。对，我觉得他手指，不过阿东老师的手指真的很灵活，他在弹 solo 是真的很厉害。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下面这首歌，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神秘嘉宾，我们的淡水张惠妹。我们欢迎诗萱。厉害的人出场总是自己带麦克风。是现在来的黎人。Thank you.
持人，我需要跟每一个表演者都稍微聊一下。但是诗萱说他不想跟我聊天，不是啊，他说他不太会讲话。可是呢，我觉得他这么漂亮的声音，只让他唱一首歌太可惜了。所以诗萱，你可以清唱几句，让大家再享受一下你的歌声吗？好，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不难全，但愿能长久，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请他为谢谢他为我们今天海湾小屋的草地音乐会画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句点。我们的音乐会到此结束，非常谢谢今天在现场参与我们活动的。喂喂，可以拔线，可以拔线。是哪？我到这里。好，真的，那个位置本来就颁给你，你上来。好，麻烦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请留步，我们还没有开团体照哦。Andito po tayo ngayon sa dance, malapit sa shop. Students ng owner ng isang pizza shop dito. So that's the pizza shop over there. Yes, this one. Yan. At sa taas po, that's the music class. So talagang masaya and napakagandang tingnan na yung mga Taiwanese, like Filipinos, they really love music. Ang hirap magsalita live na ganyan, no?